妈本来要去吃红豆汤圆，结果去的时候才发现红豆汤圆内用就只有礼拜六，就是没有做好功课。我们就买了一盒生的汤圆，想说反正也是差不多冬至的时节，好像也该吃个汤圆了。掉进包包，它真的很好吃啊，很甜吗？很甜啊，应该要有的甜度，而且它真的是炸的皮很酥脆，然后里面又是非常的 Q 软。肉桂口味一样好吃，那有比较甜？有，我觉得肉桂口味好像比较甜一点，而且肉桂味是足够的。他刚才菜单上面就写说蚂蚁人限定，他的肉桂真的很甜。我们现在去寻找落羽松，但是你又认不出来，我认不出来落羽松。好多水莲啊，我们刚刚拍完了落羽松，落羽松这边我发现有很多很专业的人拿着大炮在拍。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拍的话，你就跟随那些拿着大炮的人一起拍，他们在哪里你就在哪里，那应该就不会有问题啦。好啦，目前我来的季节好像不是很时候，落羽松漂亮的时间好像是大概10月、11月的，但我现在12月来，可能绿叶子没有这么的金黄色的感觉。刚刚拍完照，就突然疑似下雨了。还好我没有赶在下雨之前赶快过来拍一拍，本来气象说天气会非常的不好，还好非常的幸运拍完才下。很害怕，还是真的。Watching out for number one. You gotta slow down, look around you, son. Today is just today and not tomorrow.是马桶哎、欸，它有声控吗？应该是，应该是不可能。还有温泉，温泉水量有够大，超级快就满缸。我现在要找个插头，但是他床头没有一个地方有看到插头。我们要去吃韩木酒店自助餐。Mew table， 你们有看到 Mew 吗 ？Mew， Mew 姐啊 ，Mew 在眼前 ，Mew。韩木酒店这个 Mew table 很可爱耶，他们现在正在排队接客人入场。车轮饼，我拍角度，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那个碰饼？对，就是中心那个碰饼，那个碰饼经过刚刚偷听店员的说法，是要配着冰淇淋吃的。On me, babe. Did you forget what you said? I'm the one that you want. Was it all in my head? Don't give up on me, babe. No, I fell in too deep. Hope that you see.
all or nothing for me. Stay by my side just tonight. My heart is on the sweet times carry us. Don't give up on me, babe. Even if we need space, I know we'll find a way. Baby, you just have to stay. 我们吃完 meal table 了，饱到一个不行。我们现在去煮温泉蛋。还要煮啊，真的要煮、啊、那是一个明明吃不下还要煮。我们住的那间饭店他有给一张煮温泉蛋的体验券，明明是50块折价券，50块折价券。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再来看煮一颗蛋到底 会超过50块。反正就是体验煮温泉蛋，那边应该就是煮温泉蛋的一个地方。好多长辈，其实有点让我有点退缩。好像可以不用咯，拜拜。我现在要去一间在山上的咖啡店，叫做空内农场。但这空内农场它上来的时候有一点坎坷，需要走一点山路，有骑车来或开车来可能比较方便。然后它会有接驳车载你上山，等下上山看看夜景咯。这边有个接驳车，两位现在抵达这个山上的空尾咖啡。刚刚上来路上真的是一波三折，路非常的崎岖。我们现在在空尾咖啡里面，然后空尾咖啡上来的时候需要搭接驳车，然后它的接驳车我一开始以为需要等蛮久的，结果我一到山脚下的时候就有两台接驳车在那边等候，然后我只是被司机量了体温，然后就上车了。然后上来的时候路非常的暗，然后也感觉非常的可怕，反正路非常小条。然后上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美景真的是美到一个，等一下给大家看。它这间店的低消是一个人300块，然后还要加一层的服务费，所以基本上你一定会点到一杯饮料或者是以及一些食物，除非你一个人要喝一杯饮料。因为我本来想说他可能一杯饮料就是大概300块，但我发现他一杯饮料就是大概200块左右而已，所以你一定会点一杯饮料一个食物这样。